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老师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新款的固定袋。好，首先我们先介绍它旧款的，它旧款的这个呢，其实我已经用了半年多了哦，它有一些使用的痕迹，可是它基本上使用起来，哦，弹起来都还蛮不错的，我就是非常喜欢用这个，因为它戴上去跟拔下来真的超级省事的。你看哦，这个直接套进去，这样直接套进去，直接套进去，它就可以弹了，真的很方便，吼，就可以这样弹。那你练习完了之后呢，直接拔下来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这样穿戴啊，其实不用用到30秒。像你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哦，你就直接把它拔掉它，然后用时间的时候就把它戴上去，就可以练古筝，真的是很方便。像有些家庭主妇啊，或是没有很多时间练习的人，如果带指甲啊，就会花费你很多的时间了。对，那这一款就是非常的省事。那这个是旧款的，我已经实测了半年以上了，它可以用超过半年。对，但现在新款哦，这个新款真的更好用。这样，第一步先拿出它的说明书，你要按颜色佩戴。所以我们首先先把它分类清楚，哦，左边是这一区块，右边是这一区块。这个是无名指，然后这个是中指，左手中指，左手食指跟左手大指，好，右手食指，右手的中指，右手的无名指，好，这个是大指。对，大致好，那我们先示范右手，所以左手先把它放上面。像我们这一款啊，是可以自己调整角度、自己换自己的指甲的。那我们会送一份150元的指甲任你挑，所以150元的指甲任你挑。那我现在拿的是尼龙指甲，我这款指甲真的也蛮好弹的，这样。对，好，先拿右手出来，我首先把这个胶拿到的时候，你开头就是剪一小口就好了。我们先示范右手的食指。你先把这个魔鬼毡部分贴在那个桌面这样子，你在这里面这个里面点一个小的一点点胶就好了，一点点，它一点点就可以粘上去了，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那趁时间把它粘到你想要的位置，差不多我是粘这样，哦，粘到想要的位置，然后你就等它干。我们现在有送那个150元指甲，哦，它其实蛮快就干的，就是把它压下去之后蛮快就干。干了之后呢，你就是把它。这样子很简单，把它用过来，然后粘在这个魔鬼毡上面。那多余的部分，我们就拿我们的剪刀，我们把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多余的部分剪掉，哦，就完成了。这个真的很服帖，哦，这个真的很服帖，这样很紧。那你其实基本上，如果你怕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留一点点，然后这个也可以调松紧，对，调自己的松紧度，哦，真的很方便，这真的很方便，哦。那其他的也是照样操作。如果你粘的位置不是你想要的位置的话，你就是直接把它拔下来重粘就可以了。好，完成之后就长这样。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好，假设今天我们要把它拔下来，就这样拔就好了。这样拔就可以了，很方便。好，假设我们要把它带回去呢，这样带回去。按照顺序戴好哦，它还可以调整一点松紧，这样你觉得太紧了就把它调松一点哦，太松了就调紧一点，这样这个都可以自己调的，这样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来实测哦，看它到底会不会滑动。勾托抹托，没有滑动，一只摇不会滑动，两只。没有滑动，接下来测试轮子，
没有滑动哦，你看，没有滑动，都不会滑动。